谁呀？哟，村少，你来找我也不提前发个 email， 我好打扮打扮啊。哎呀，来找你也没啥事儿，这不我从城里回来，给你带个鱿鱼仔尝尝。口口辣丝又香嫩，里面是满满的鱿鱼肉和鱼子，还是新鲜鱿鱼制作的，真好吃。你在哪家买的？求仙岛。哎，村少，那进来坐坐呀。啊，不坐了，我得给小翠送去呢。